怪。那问一下哦，我觉得制作人很坏，他写的题目都很坏，因为明知道东海已经有女朋友，还要问东海。如果有妹子私下找你，问他。他一定就说不要，他一定说没有。如果有妹子私下请你，就是帮他代打，还用身体来跟你交换的话，你会不会把持不住呢？杰、哎、林这个问题、嗯，他一定是回正面的嘛？对嘛？他一定也是回正面的。没有，东海一定把持不住啊！没有，我一定我没有没有。那我的意思想说，一定是对这个代打，就是我们大家都是真的，我们都是大家玩了那么久，对啊，哪有代打过？我们都是正直的玩家、啊。我们现在是讲，当然了，我们不代打，我们可能不想赚钱。你别说啦，某巨浪之美巨浪之自己赢下的人都在代打，他也没在管啊，还不是职业选手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根本就没关系啊，小咖、啊啊。我们现在在讲一个裸体的妹子，就站在你面前。啊、不是，我是想说，因为你讲这个问题，你知道裸体的妹跟钱是没办法同等号的。你讲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在于说有代打这件事情。我跟东海是不代打 的，没有这个前提，你脱光光，你倒着走，怎么东西都没有用啦。不是，就是通常就是你的良心谴责自己不能代打，不能代打。那有一天真的是有一个妹子就裸体在你的眼前，你可以发誓说你不会有一点点心动。不是，因为你这个假设性的问题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啊，真的，真的没什么意义、啊。实际上演练一下比较有意义啊，看他能不能忍得住嘛。这个是不太到哎、欸这个，反正打马赛克嘛。对，那大云就牺牲一下喽。你们就是一定要逼我，就是把大云弄下来嘛。怎么会？制作人不要再就是自己想要问这些问题，好不好？你看一下下一个字卡、啊。